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，谢谢啊。上台来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快说一说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孟鹤堂啊。这个老师呢是我的搭档，叫周九良。哎，是我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我们哥俩关系这么好呢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发小。小时候我就愿意上他们家玩去啊，爱串门。他们家热闹啊。啊，你琢磨他们家父辈老哥仨，我父亲哥仨是不是？嗯，有一大爷，对，有一三叔，没错，还有一二大爷，这哥仨呀，就这哥仨呀。你先等一。等一会儿，我父亲是哥仨，嗯，我有一大爷，有一三叔，嗯，还有一二大爷，有我爸爸呢。别起哄，坐下，坐下，是你爸爸呢？这不你说的吗？我问你呢。我知道了，你二大爷就是你的爸爸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，是不是？什么是不是啊？我没明白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。为什么他们家过去迷信，给他算卦说的克父亲啊？哎，所以管他爸爸呢叫二大爷，管他妈呢叫三婶儿。三婶。那管我三婶呢？叫大娘。那管我大娘呢？叫干爹吧。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？所以说呢，他现在管搭档呢叫爸爸。对，开玩笑，咱就说他们家这老哥仨，我太喜欢了。怎么呢？我打小就喜欢这老哥仨。嗯，都是习武之人，练武术的，练家子。没错，上武的精神，那崇尚武术嘛。下午呢就睡会儿。对，哎，哪个上午、啊、练武术啊？对，他大爷练什么？练铁砂掌。多厉害！贴上两膀一晃，千斤之力，铁砂的掌，一个巴掌就500斤呢。你瞧瞧，多大劲儿啊！嗯，后来脑震荡住院了。对，哎，怎么脑震荡了？500斤一个巴掌。是啊，我脑早上洗脸，洗完脸拍爽肤水，啪，对啊，我跟自己也那么使劲啊。他三叔，我三叔，他三叔练的是铜头铁臂，江湖有一贺号。叫什么呀？叫姓什么啊？姓阿。姓阿名桐木。他三叔，我三叔还挺可爱。阿桐木最好玩的就是他爸爸，我父亲太好玩了啊。他爸爸特好玩，那也轻易不要玩。什么哪个玩？就说你爸爸练那东西好玩。我爸爸练什么呀？弯弓射大雕。哦，百步穿杨箭，百米之外放这么大一老钱啊，弓箭啊，射击，搭着弓射着老钱呢。哦，多里箭射金钱眼啊，啊，搭满了弓，就这一下，这不抽脸上了吗？怎么会抽脸上呢？拉满了弓，撒前手。箭射金钱，甭问我爸爸叫金钱眼。那拉满弓撒哪手啊？撒后手。拉满弓撒后手。对，这是前后都打匀实点。不是他怎么来的？你给我放下，放，就反正人射得特好。不知道别胡说八道、啊。射特好，百发百中，是不是？对，经常拿着这个出去打猎去啊啊！打猎不光拿弓，嗯，肩膀还站只苍蝇。苍蝇，我爸爸臭了。什么叫臭了？招苍蝇了。苍蝇就那老鹰。您说老鹰这么大个儿，老鹰是你爸爸形影不离呀、啊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以前他爸爸英姿飒爽啊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呢？老头岁数大了。哦，性情大变。怎么呢？你爸爸性情大变，变成什么样了？什么时髦玩什么。哦，什么时尚玩什么。嗯，目标就是跟年轻人拉近距离，跟年轻人没有代沟。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周时髦。周时，你爸他都干嘛呀？人家老头老太太干嘛去？嗯，菜市场买菜。对呀、啊、他爸爸网购。哦，会网购。开始网购，给你们家买了一口粘锅的不粘锅、啊、粘锅的不粘。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锅子？就是说不粘锅但粘锅，所以叫粘锅的不粘锅。
孟老师，这段不是绕口令，就是反正就人家哪儿看的呀？就那直播带货上看的。哦，啊，时尚吗？不光看这个，还干嘛？不光看这，还看那个小视频。哦，自个儿还录呢，他还录小视频，老头儿啊，哎呦，跟人比着录，老豁得出去了。大冬天的啊，站河边上，光着大膀子，拿着手机，那怎么说那词儿？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对，加油，奥利给！净瞎起哄吗？这不 是你爸爸？不，这不是，这不是我爸爸，这都不叫事儿啊！嗯，老头60多岁了，要蹦迪去，这那么大岁数这么作吗？60多岁，蹦迪之前得捯饬捯饬吧，打扮打扮，从头到脚都得捯饬捯饬。嗯，先做个发型，做哦，去那个理发店做个发型。上理发店干嘛呀？你爸爸用得着上理发店吗？你爸爸不去理发店那怎么弄、啊、就你爸爸长得机关枪脑袋用去理发店？什么叫机关枪脑袋呀？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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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的您非得拿我爸爸脑袋打一灯谜是吗？就是没头发。您说没头发呀，用不着去理发店。嗯，门口修自行车张大爷就解决了。修自张大爷他、啊、他怎么弄呢？张大爷过去画过画啊，啊，拿那个油笔给你爸爸画一锡纸烫在脑袋上，就是混人画一锡，画的好看着呢。哎呀，再说你爸爸穿这大衣，大衣外边看不见。嗯，什么大衣？买都没地儿买去。什么呀？那叫什么？人造革。人造革？狗毛大衣。狗毛？是人造革的还是狗毛的呀？你爸爸爱护小动物啊。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穿皮草啊。怎么着让张大爷砸一个人造革的大衣啊？哎，上面粘狗毛。哪来的狗毛啊？你们家狗一换季不掉毛吗？一掉毛它就粘身上、啊、一掉毛粘上，后来狗不掉了。是你爸爸就愣薅薅的那狗跟机关枪似的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咱再说他爸爸就穿这大衣往马路上一站、嗯、都不敢蹲下。干嘛不敢蹲下呀？一蹲下套狗的就把你爸爸套走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蹲不蹲倒无所谓，天热别吐舌头就行、嗯、行了，别使相了您。行，就这身，就这身，就这身。这是就一进去之后你爸万众瞩目，怎么都看他呀？没有不看你爸爸的啊，能不看吗？是你琢磨你爸爸那捯饬、嗯、油笔画的锡纸烫，然后那个人造革的狗毛大衣，是最可乐，你爸爸肩膀还站只鹰。这鹰怎么跟过来了？跟你爸爸形影不离呀、啊！这鹰，哎呀，拜过把子吧？这是你爸往舞池中间一站 ，DJ 都懵了啊！来这位是干什么的呀？这是傻了、啊！当时给你爸爸换个音乐，换音乐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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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行了，给拿我爸爸当郭靖了。人一放低曲，你爸爸真跟着跳，别跳了，那个卖力气，哎呀，太卖力气了。什么叫霹雳舞？哪个叫滑步？什么叫擦玻璃？什么叫刮大白？毕生所学全用上了。那鹰在你爸爸肩膀都快震吐了，这玩意儿太丢人了。热呀，顺着脑袋往下流黑汤子呀。锡纸烫化了。大伙儿还喊好呢，好啊，好啊，一喊好，你爸爸来劲了。怎么呢？人来疯，要给人表演一绝活。什么呀？要来头转。作死呢？你还别说，老头脑袋一顶地还真转起来，呜一下狗毛噗就炸开了。大伙儿还喊呢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蒲公英成精了，这是。你爸一转就停不下来，嗯，四个保镖过来把你爸爸摁那儿了。后来老板把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。哎，怎么打你那儿去了？废话，给你打爸爸的电话你接吗？不是，我不忙吗？我跟人老板道个歉，我给你爸爸牵出来，搀出来了。牵出来坐门口，我问了老头，您这做的是哪一出啊？是啊，你爸爸攥着我的手问了一个问题。这问什么了？小妹儿，哟，我问问你啊，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呀？
年轻人喜欢什么？听你这句话啊，我沉思了，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呀？对呀，年轻人啊，音乐给我停了，谁说要煽情了谁？什么玩意儿？到哪儿就煽情了就？我就想一想，他爸爸问我的问题，年轻人喜欢什么呀？年轻人，你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呀？别老问我爸爸，老问你这干嘛呀？怪丢人的，你这玩意儿丢人，你好意思说？啊？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？我，你上次回家什么时候？我这上。你回家待多长时间？跟你爸爸说几句话，你爸爸近况你都了解吗？不，我忙啊，我。你爸为什么跟王阿姨分手？是。张阿姨为什么不理你爸爸？啊？李阿姨对你爸爸那么好，你爸爸为什么选择孙阿姨？你爸爸的寂寞你不懂啊。他为什么这么折腾啊？为什么给自己弄成那样？是他为了不就是你回来能多跟你说几句话，有点共同语言吗？啊，老年人需要的就是儿女的陪伴。在座的一样，我也一样，是没事啊，下了班啊，给老头老太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对，打个电话，多聊几句不就完？我现在打电话。等会儿你现在别打。现在怎么不能打？这点你爸爸正蹦迪呢，还蹦啊？